原来想原来做一个想做平个凡的普人通嘅人，也都唔系咁易。江湖险恶，人心难测。设想平凡，却无法平凡。为什么你们江湖上的人敢出丧志？只要剑在，命里是非就在。移动性，余弯弯。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。每一个人知道这个世界不是一条道。最发人心情的武侠奇情巨制。剑意纵横，气势逼人。三少爷之剑。大导演李汉祥，借古讽今，妙语连连之作。山不谷底田，日日都喺半边揽田地啦。看人家，不是笑了。我爸爸经历着魔法阵，像不像秦龙啊？我叫秦龙。秦龙魅力出尘，民间传闻新鲜。皇帝贾珍刘勇，公公广袤为魏婴雄，哪个多米的皇帝都盖上来自己是个女的啊？金马奖最佳改编剧本《乾隆下扬州》，一个瓜走翻到十万八千里。一个魔法魔法变得七大变，一个咒语要求求真求死的能，我不要带着倒霉东西。妖怪威尔刚上涨，要取经救人就得先吃苦受难。会摸我的锤击手孙悟空，只要师父肯放我出来，我一定通百千飞。猪八戒，我老猪跟你往日无冤，近日无仇，你何必跟我过不去呢？三悟净，留下唐僧饶你一命，倘若不然，你看西京路上妖魔进出，孙悟空月华大显身手，大显身手，妖魔鬼怪涌现阁楼。吃了唐僧肉啊，可以长生不老啊！魔幻电影登峰造极之作，啊，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章回小说改编《西游记》。七超完美的连环杀人计划。原来是你呀，紧张大师孙中巅峰代表制作，故事拐背也一种猜谜，好美丽的小红痣，最美丽的丢掉神经影剔透，美轮美奂的灯笼，人仰一灯笼。